小村营拢有另外一半。这四叶草内底，敢若剩我孤孤单单。关公，我真正爽到无人要爱，注定一世人无伴。是啥物交友 A P P 软体？这一定是诈骗！我无看到你骗去，连话语拢变了，安尼啥物人才通了解我的心情？我一定找一个，把我心内底苦拢讲出来，若无我一定会爆炸。个人的资料，搁爱一句自我介绍，可毋我写一堆，结果我无人插我。我的名叫做月亮上的小。落地的飞鸟，就算你是仙女，下凡也得靠自己。失去的爱情就像落枕一样，回头会很痛的。对啊，我就是一直靠我自己，拢无人给我挖苦，所以我唔只想讲要来这找一个找份来金甲头，好我休困一下。我敢若希望有一双温柔的手会当轻轻揽着我。跟我讲哦，不管我是有钱还是无钱，拢会陪在我的身边。我看到明仔嘛，袂有人注意我，跟我开讲。孙雷锋这世人上无是要让人知影的秘密，就是当当年甲贾碧玉摔落楼梯，又搁害伊的爸母出车祸惨死。迄天我伫雷锋的大家面头前替伊暗勘，同一个时间又搁有江碧玉失去头家妈的信任，一减二个，忘啦减四个。呜！我这就配合我家己的张若元，你哪会这么巧？我张若元，满嘴白贼话，等到是非黑白，欺负善良老百姓，还不够人要去坐监。江碧玉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张若元为着家己的利益，陷害老实人变成骗子，参像这种人，无资格做老师。大家真少看，这人无良心，千万唔通让伊继续教学生。江碧玉，你敢掂伊哦？嘿，你敢对我起脚动手，我就告你伤害。你看，这就是张若元伤害我的证据，伊搁做假证，甲白白无你交哦。你大家看，就是这个人啊。我看你出来要安怎才讲话？张若元，你这小人！为你只有我一个目击证人啦，我想要安怎讲就安怎讲，没管就怪你家己啦。我已经吃到这个血栓，我安尼亲身在伤心别人。对啦，是我想过戆，不计让你识个，也不过人在做天在看啦。你替我报应的啦！你五伯无啥通有用啦！
我是靠这张面咧吃穿的咧。哦哦，张若元，天公伯要是有目睭的人，你这就是现世报。你若继续走歹路，报应就会一直来。你上好会记。哎，你要创啥？哎，卖血吧！我叫你卖血，你听着。以后我若是心情歹哦，我都摕你这跋到四脚朝天的相片出来笑笑。干杯啊！干杯啊！哎呦！啊！干杯啊！你上是把遐相片拢删掉，啊，若无我绝对袂放你煞的。啊！哎呦！啊！我的面啊！妈，你早起哪会像早出门？敢有下好零加币？我今日无零加币，会头痛。我专工去首创名店买一杯给你。我看到你才会头壳痛。我提早出门，就是无想要跟你讲话。你免想要叫我退潲告诉。妈，我已经交郑少讲迄天你病院的代志啊。你甲江碧玉的恩怨已经过去30年啊，敢讲你可袂当放下？伊若是要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会当放下。啊，不过伊哩高高甜，甚至伫你爸面头前无留我海角抱柠檬。我若是甲这口给吞落落去，别人认为伊讲的是真实的，这是家己做得来的。伊若是无摕200万出来，这个来就袂收煞。那安尼，我只好甲警察局退告。毕竟我这是当事人。你退啥告诉，我就甲你停职。我是公司的董事哦，你卖了准讲这尼无伫咧公司。总经理的位置就一定是你的。你要哪做，我嘛无多阻止。无论安怎，我拢会退。你即马是安怎？我讲的话，你拢无要听唔？你甲陈家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一直在维护伊。敢讲你甲伊陈小春？哪有可能啦、啊？你想去倒位去啊？啊，若无你咧坚持啥？还是？你有其他代志问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就算江碧玉甲你有冤仇，也毋过伊后生是无辜的啊。今嘛是民主时代呢，早都无你株连九族母在子长啊啦。搁再讲，因一家伙要过到这么辛苦，江碧玉只是会照顾我，伊讲的话敢有人会信？也毋过你无同款啊。你是咱盛发集团高贵美丽的董事长夫人，你高抬贵手，人顶多会讲你八等夸，人美心善。Andy， 恁想要嫁给你妈妈，这种步数对我无效。麦老总，你是我后生，我得落呢。嗯。安迪，有一挂人，伊乱当偷亲眷，你对因好，伊干那许亲门大来欺负你。若是无让伊受到即马教示，营养袂好做人。我即马阁有代志，啊，毋过你爱记哩，绝对袂用个替小告诉，知影无？李冬雨，那你才多好。我拄则拢看到啊，夫人威胁要摕到你副总位置，你煞遐尔坚持要退股。原来你拢听到，这无啥啦，我只是无想要冤枉无辜的人，这是做人基本道理。放心啦，我妈只是嘴空尔，我是后生嘞，伊无可能直接把我这副总位置摕掉啦。而且，阮爸嘛袂允准伊。叫你是非不分，我无你惊的啦。副总，多谢你。好啊啦，我已经规身躯拢是伤啊，莫阁搞啥。对啦，我今日爱先去宜兰看一块地，明仔才有时间去警察局笑啊。你乖等我一天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给恁下副签名的。我相信副总。那呢，我先去宜兰啦。哎，副总，敢不敢带你一个人去？曾秘书嘞？哦，伊去处理其他的代志，我袂当啦。
宜兰嘛无外远啊，开车一下就到啊。阿德林，好吃不？好吃，嘛是啦。这个滋味一定就特别的，有蛋白质，够营养。毕竟小强的脚，不是一般的人吃会到的。你拄只吃迄个巧克力泡芙的时阵，连蟑螂脚拢都会吞落啊！真的假的啦？副总，你哪会无甲我阻止啊？我是要哪甲你阻止？你一看到这个点心，就顾着你家己一直吃一直吃，连看拢无看我。唔，那今仔日还阁有脏，连续这几工拢是。你明明就知影我为着冠杰的代志，我心情就歹。茶不思饭不想，你阁大刚搞我安排咖啡厅，啊无就是饭店的巴费，还阁有下午茶，你是挑够伊的哦？绝对唔是安尼啦，我是替你建立你未来约会地图呢。啥意思？这几天我去的每一间店，我都有用小本本记起来，多一间优雅，多一间浪漫，多一间老练，多一间适合带亲子。到时阵你甲冠杰总监来聚会的时阵，就会当上紧找到上适合的餐厅。等下，我刚刚听到什么适合亲子？哎呀，你要未雨绸缪嘛。到时阵，你若是甲冠杰总监步入礼堂，是不是连咪到的儿孙满堂啊？哎呦，你这讨厌的！哎，张若昀那边刚刚无消息，我唔是叫伊去调查陈小春。拢无呢，去打电话给伊啊，问伊到底进行了安怎。是刚无把陈小春堵掉，我的心情就好袂起来，叫伊较紧的啊！我知我知啦。马德琳，副总，啊你搁有啥物吩咐？你爱减肥啊？你最近的背影看起来有较肥。好啦，啊，李总上起来啊，那这要进我哈去。哎，我腰足疼的，睏袂着。干到麻烦你替我睏一下。我替你提药来，你就要偷笑啊！乖，我跟你斗相共。雷锋啊，我是因为你才有刚屁哦，迄个小查某欺负的。我为着你讲白贼，互人骂，互人拍甲规身躯拢是伤。啊，即摆麻烦你替我睏一下药，你拢唔肯。唉，说出去啦，我过来。哎呦哦！哎呦，怎好啦？哇！我跟你说多谢，做个工。